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会有一位女性同佢一起分享喜悦同埋担忧。当一对恋人拍拖嘅时候，女人通常都好在意自己喺对方嘅心目中系咪十全十美，系咪冇瑕疵。我都唔例外，但系好难直接开口问噶，点问好呢？咁我老公仲用行动证明咗俾我睇啦，佢送咗一条钻石颈链俾我，咁个吊坠咧有九粒钻石，中间围住一粒嘅，仲刻咗埋粒上去，咁即系证明我喺佢心目中系十全十美噶啦。咁设计特别嘅钻石咧，有好多唔同特殊嘅意义喎。咁当你收到嘅时候，嗰种尽在不言中嘅感觉，好浪漫。其实香港好多钻石嘅公司都有为顾客提供刻字嘅服务。刻上自己心意的字句，会令钻石增添独特的意思。情系闪烁美钻系由 Mabel New Diamond 赞助播出。